我们当时是用了不同的建模技术，在精细的地方用精细的方法来做，然后它的粗的地方我们用一些比较粗略的方法来做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看到了，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底部支撑加悬挂的方式，来让我们的大雪花在我们开幕式当天能够稳稳地升起来并旋转，达到我们一个升起来、转起来和亮起来的一个目标。